世界如此简单。乌海市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，地处黄河上游，东北隔甘德尔山与鄂尔多斯搭界，南与宁夏石嘴山市隔河相望，西接阿拉善盟，是华北与西北的结合部，同时也是宁蒙陕甘经济区的结合部和沿黄河经济带的中心区域之一，第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。乌海市境内资源丰富，素以乌金之海著称。乌海市煤炭资源丰富，炼焦用煤占内蒙古以炭明焦煤储量的60%，经济以能源、化工、建材、特色冶金为主，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经济，潜在的经济价值在4000亿元以上，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，为乌海的矿业发展提